哎，咱们家麒麟呢？啊，怎么了？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我害怕你张嘴，你们家那门派太吓人。你先坐下，你听我说完啊！你听我说完啊！我特别喜欢你的父亲，我特别想问一句，您说，于谦叔叔最近身体好吗？那咋的了？他呀，咋都想跟他说相声。咋的？说形象不好。具体哪儿不好呢？具体就是这个脸大、腰粗，还有小肚子。你是不是针对我？我不用说话，你唱歌他也是相声，信吗？我要唱歌了。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没看出来。本该灿烂过一生，我听着就累。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单身呢？跟不上拍就别拍了啊！还在人海里浮沉。哇，小肚子用上了。